大家好，我是男人。今天呢，要为大家解决一个最近呢很多客户在问我的问题啊，就是呢，倪氏屏到底有没有破解版呢？那大家都知道啊，就是大概2022这一年啊，最好用的免费点播呢，就是我们的倪氏屏啊。它除了有那个电影、电视剧啊、综艺等等，还有午夜剧场可以看，所以它是非常好用的。而且呢，它画质好又不卡顿。那经过了很长的一年之后啊，它可能已经撑不下去了啊。这边它也有显示说，你要帮他付一点钱啊，不然他可能支撑不了了啦。所以说呢，他现在还是可以看的，只是说呢，你在新版本里面啊，你就会看到，如果点进去的话，他这边他就会跳出广告来。你看这边红色这个就是会有广告，大概十几秒，你把它打开之后，它就会跳出来这样。好，那现在问题来了，既然他现在都有广告的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当然知道，就是说有很多人啊，他还是想要省钱啊，然后也不想要广告的困扰啊。所以呢，这边就教大家一个土法炼钢的，因为现在说真的啦，是没有破解版的。可是呢，你可以去下载它的一个比较旧的版本，那它目前还是可以做观看，而且没有广告哦。好，大家呢就记得一下这边的版本号啦，1.7.07。那你可以自己到谷歌上面去搜一下这个 APK，就是打一下那个名字啊，然后后面就写一下 APK，然后记得打上它版本号去做搜寻，会比较精确一点，或者是你大概这样搜一下看看，应该可以找得到。然后找到之后啊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它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呢？好，你把它打开之后啊，你看它就没有那个红色的跑出来了，那就可以直接去看这样。这边呢，你还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当 APP 打开之后啊，它会跑出这个更新栏，那你不要手很痒又去按更新，那它就会升级到最新版本，你的去广告就没有用了。哦，它只有在旧版的这个没有广告，那新版的会有。那今天的这个小小的技巧就教给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